腾讯的网友，你们好，我是李易峰。这次在我们这个舞台是获得了这个两个荣誉，啊，年度就是最受欢迎电视的演员和年度VIP 年度新人，现在这个心情怎么样？非常的开心，我觉得很谢谢腾讯给我这两个奖，然后也是对我今年的一个鼓励吧，希望明年我能够继续的加油。而且像 VIP 年度新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自青龙凤凰出来的。很谢谢你们，希望我们一起加油，继续的加油，然后，明年有更多的好作品可以带给大家。对，七人之二现在也正在持续热播。啊，对。然后有关注最近关那个网友的一些反馈吗？我跟大家一样很着急，希望等到下周鬼力就可以真正的出来了。所以你最希望观众听到的就是什么样观众的评价？其实什么样的评价，我觉得都可以，因为本来现在就是一个，充满着个性的一个时代，大家都可以去把自己想说的，通过腾讯啊，通过在弹幕啊，都可以表达出来，这都是一种互动吧，我觉得挺好玩所以你其实会喜欢他比喜欢张小凡更多一点吗？在拍戏的时候，我自己比较喜欢鬼力，因为他比较酷，然后因为他从一个少年变成了一个男人，可能跟我会比较接近一点。那小凡呢，我会去找那个刚刚。对，那种感觉，涉世未深的感觉，比较青涩的那种感觉，但我觉得看下来都还不错了。我妈妈挺喜欢张小凡的，因为就是像您同阶段的样子。对，他也是2000万尊贵会员之一，在他看的时候都得给他把查到好，尊贵会员，不是腾讯送给我的，我是 QQ 浏览器代言人啊。补偿，不是《青云志二》出来了吗？继续收看。马上，最近会过几天会有刚刚拍完的《心理罪》的发布会。可能应该是最快的一部会跟大家见面的作品，然后，现在一直在准备一个我很喜欢的一个角色，然后还需要一些时间，到时候跟大家透露消息的时候再跟你们说吧，腾讯很多很多各方面的吧。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平台，希望能够有不管是原创的作品也好，或者是 IP 的作品也好还有很多方面，我要跟 SY 聊一下，他比较有眼光。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我还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、开开心心。我觉得这个看似简单，但其实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没有什么遗憾的，因为我觉得，都已经是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，它都是过去的事情。就是还是期待后面吧。希望自己能够更好的控制自己的心智，
对，希望能够把自己有时候比较着急的一些性格能够变得更柔软一点，对，更多的爱去放到每一件我做的事情和人身上，啊，对，对，奖杯都在卧室的一个陈列柜，都放的是奖品啊，奖杯，是一种鼓励了，但是我觉得你不能永远是躺在这个成功的喜悦当中，还有很多事情要做，这个都是一个鼓励，是一个阶段。那这个阶段已经过去了，我们就继续的去往下一个阶段努力。对他们。我真的觉得平平安安、开开心心，然后，多感恩，然后多包容，多放一些爱，你就会觉得生活会很不一样，自己的心情也会很不一样。谢谢，谢谢，好。